当青木川手持双啤酒瓶来参加兰博赏金赛，究竟是种什么样的体验？我只能说牛逼，这都能让你偷到。哎呦，我去，十个了啊，这就十个头了吗？看了最近直播的都知道，前两天兰博带着众徒弟洗劫了青木川的歼灭大舞台。兄弟们，木川君，兄弟们，单挑打不过我，兄弟们，证明我上来我也可以的，真的。本局游戏则是青木川一雪前耻的最好证明。杀疯了，杀疯了，我去，真的杀疯了呀！然而开局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。哇，这老六气不打一出来，兰博还对青木川失去了信心。我下一位谁？下一位韩旭。啤酒瓶还有一麻袋的背带，结果被老六制裁，属实有点可惜。哎呀，这老六气死了！哎呀，真的烦！我700发子弹就满，啤酒瓶700发，被溜了。越想越难受，青木川重新复活，只好把兰博放出来解解气。我把兰博给救了，兄弟们，把兰博给救了，喵了个逼了！兄弟们，这波被溜成了气死，兄弟们，我去，不然这波直接发财了呀！木三军 ，OK， 他要过来截空投，截空投，我直接。你是不是有病啊你？你保护我干嘛呀？保护你啊！让兰博再打一次，换着其他人估计都得取消参赛资格。我有对吧？我有本事他喵的给你复活了，对不对？你看其他选手都没本事给你复活，我有实力给你复活，对不对？你先骂我，我死我不累啊！我不明白，你还要让我再……兰博被迫营业，青木川则找到了复活后的第一个目标。我去，怎么又上来了？打了个人机，随即兰博也停止了营业。你要死我哥，我怎么不能？这个老六的波及还真不小。兰博真挚的回答让官方都信以为真，以为兰博真的要嘎了，因此兰博的直播间还莫名其妙的收到了违规提醒。都是不文明用语，我都没关播，应该问题不大。接着青木川在线教学，对不起高欢，我错了。啊，这能打到吗？哎，这文明能打到吗，兄弟们？哎，我学会了这波。让兰博直呼牛逼的人有很多，直呼开了的那就屈指可数了。我去，牛逼啊！开了吗，木川？打满状态就是猛攻。这波干拉胜算很小，好不好？要死！干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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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他真的敌人在打别人哈，直接一波干拉。楼梯口有一个兄弟们在卡拉，两个二老一个一老一个，不好打了。木川要强行打吗？撂倒一个，青木川不慌不忙，一边缠绷带一边观察敌人动向。牛逼！我去！紧接着青木川打一发信号枪，吸引敌人主动送上门来。还信号枪，打了个信号枪。等了半天却只来了一个，刚到手的G3一波闪进直接带走。打这种局最怕找不到人，主动攻击的敌人才是青木川最喜欢的。前面左边有一个人 ，OK， 怎么打？掉的有点快哦。你看有人，左边，直接带走。哇，这掉人太快了吧！目前青木川淘汰18个，这还才第二个圈场上仅26人了。别说40淘汰拿10000，就连拿32淘汰的水果都挺难。然而接下来青木川的操作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。在对旁边掉一个，车还有，直接补掉。找不到，找到了。现在这边要过去要救人了，兄弟们要过去救人了，看好了怎么架好这波，这边就雷了，牛逼！我去，这能爆头呀！脚步在外面，听到了，在围墙，炸到了！我在里面，我去，我去，可以呀、啊！木川军兄弟们，36000人了！那怎么打？对面人架枪，这波不好打。对面人架枪，小心被秒，一刀直接带走。哇，好，22个兄弟们。22个人，这里面20个人，一打一，一打二。我去，自信吗？完了，24个了，20个兄弟们完了，24个了。平板到手，平板马上到手，平板马上到手，这个能不能直接秒掉 ？OK， 直接秒掉，可以。平板到手，兄弟们好，还差最后
七个人了，即将获得一个水果十四，完了，差六个了，完了呀，不会一个 W 没了吧？我去，他从组里打的兄弟们，是疯了呀！我去，这个人我都没看到，完了，释放人了。哇，杀疯了，完了，真的杀疯了！高架还有听到脚步了，这个雷有没有？这个雷能炸到我，把平板吃了，兄弟们，我单打把平板吃了他！我跟你说，我这个雷能炸到，我跟你说。Nice。你看两个，你看两个，看怎么打细节了，这波细节兄弟们可以学了，看一下，一波穿烟没打到，左边直接秒掉一个，右边还有一个，回来不着急，他没血了。牛逼！我去，这都敢打，还差最后五千人就可以加个人头了哈！牛逼！我去，对面在拔雷，你脚上有雷，目前已经获得一个水果十四了，兄弟们，前面还有，看一下。看似慌的一批，实则稳如老狗。我去！蓝莓点进直播间了，点进直播间，兄弟们，兰博叫义父啦！你我真的，你要叫人叫人，你管我什么事？牛逼！牛逼！我去，这把四十杀有啥呀，波哥？四十杀一个 W。完了，三十六个了，牛逼！哇，太猛了，杀疯了，今天杀疯了，牧场军杀疯了。他这个轮头要补吗？杀毒了，刷毒刷毒，打个药。本局游戏还是五万人加一个淘汰，很显然青木川已经不需要加成就可以获得一万原子，三十七个了，五万人了，只要你成为今天的擂主会多加一个 W 哈，多加一万。我那我现在不已经一万到手了吗？没有啊，你还没四十杀呢，四十杀一万到手呀，然后直播间现在五万三千人，给你加一个人头，三十八杀，还是三十八杀，我再穿两个，五万人了，完了，三十九杀，八个了，应该能两万到手就是啥吃鸡。截止昨晚兰博下播，青木川四十一淘汰还是无人超越，稳稳的成为当天擂主，也成功一雪前耻，将自己的两万块又拿了回来。让我们一起期待青木川今天的开场秀吧。人头都不用加了，你们太猛了吧，六千三皇冠四，是不是还给我了，博哥？